哎，晚上好啊，晚上好，好好好好，早安早安。事情是这样子的，就是今天因为没有话题，所以我们一样还是呢继续玩牧场物语。对，今天没有话题，对，这礼拜没话题啦。我们下礼拜我看看有没有时间，因为差不多十二月中了嘛，我们来准备这个明年的一月新番，然后顺便回顾一下这个去年的，就是这今年的十月啦，新番的怎么样？所以下礼拜的实况会比较有趣一点吧，应该比较有趣一点吧。然后因为那个舰队的后半段活动要到这礼拜六才开，但是我礼拜六有事，所以可能礼拜六晚上才会开哦。啊，这晚点我还再说一次，只是先跟进来的观众先报备一下啊，先这个报告一下哈。好，现在是礼拜十二月二十八啊，不，夏天的二十八号哦，二十八号哦。那我们今天要开始攻略那个另外一个男主角，叫做葛雷的。グレイですね。哎，少し待ってくださいね。松茸ご飯。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? みかんマルゲリタ。ラーメン。他喜欢拉面，还有 Lingo 是什么？苹果是不是 ？Lingo， 好，他喜欢的是苹果。好，那我们就来做苹果啊。那个明天这个 Zaku 他喜欢苹果，那我们今天呢，记得去这个饭里面顺便拿个东西啊。好，不好意思，今天的实况还是没什么特别的，就是这样子而已。好，啊，如果说有观众要靠北的，就我们下礼拜再找我就好了。下礼拜再找我。好，干嘛丢掉？可恶！等一下，我按错了，不好意思。我干嘛丢掉一个番茄种子啊？哭哦！不捞船吗？不捞啊！不捞，没有水桶了。休息。现在先不捞船吧，不急着捞，还好。要捞也是明天、明后、明后，哎、欸，明天礼拜四嘛，也还可以捞啊，也还好吧。我现在就是先存个水桶嘛，对啊。秋天快到，要赌马了。可是说真的，我不缺钱呢、啊。是啊，会直接礼拜六打后半段间隙吗？我礼拜六有事，我礼拜六那个下午会不在，对。所以晚上回来，晚上才回来吧。晚上才会打，下午不会打吼。好，こんにちは、格雷。哎，こんにちは。今日もでもまだじゃないで叱られました。でもそんな気分は悪くないで。他说他没有这样的恶意，什么蛙哥的哦。じいさんがどうしたら叱るのか理解できるような。他就说为什么他的师父呢会对他这么的这个，这算什么斥责吧，或是这种就是训他就对了啦。他终于理解了那个师父的这个。含义了，就是他这样用心良苦了。他说呢，我终于开始有这个，开始也有一种作为职人的自觉了啊。虽然现在还做得不怎么样，就对了。哼。今日はキートに降りて聞きたいとわかるんですか？他想要听听看我的这个
话啦，哈、哦，嘿，请说 ，Kirito， 哎哎，おしゃれには興味あったりするの？おしゃれ是什么东西啊？おしゃれにはあるよ。よかった。他说今天是为了这个东西的理由来的，对了。啊，给了我一个类似手表的东西，他觉得说呢，因为很适合我，所以他就想了这么多，然后就做了这东西给我，就变成我的 present 哦。哦，好像在告白的感觉哦。他说呢，要跟这个爷爷这个保密哦。对啊，这是我自己的，自己试一下偷偷做的。好，他说，因为现在目前还做的不是很好啦，所以呢，先把这个东西先给 Kirito。嗯，好。他说呢，希望可以我好好的这个白吉尼西德，对，你好好的这个重视他，对对对。次文，请要买 Hello World 的外传小说来看，但是只有日文的，看不太懂，请问建议怎么翻译，或是用什么翻译比较好？怎么翻译哦？而你要先有日本，你要先有日文的基础啊，你要先有基本的日文基础，再考虑要不要做这个事情啊。一般来说，你的日文至少要看得懂句子，但是单字不一定要懂嘛。然后呢，是要用单字去翻啊，一个一个单字翻啊。中奖了是吧？什么鬼啊？通常是一个一个单字去翻啊。番茄都好了，啊，好。怎么学日文的？我从小出生就会啦，我从小出生就是日文的环境长大的，虽然我日文讲的不怎么样，我日文只有 N87 而已。我们家是日文、中文跟台语一起教啊，所以我从小是三种语言在学习的。但是我日文讲最不好，因为我日文只有待过我阿嬷那个时期而已。就这样子吧，没有很厉害就是了啦。真的啦，会日文没有很帅啦，我觉得会英文男生比较帅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今天就来炒饭，炒起来，炒饭，炒饭，炒饭，我最爱炒饭。等一下，为什么我蛋只有一颗啊？它一定要放到冰箱才行吗？把蛋放到，它是要普通品质的蛋才行哦。等一下，不是吧？为什么炒饭一定要普通品质的？我可以用高级品质的，不是吗？不管，我要高级品质的炒饭。对，我炒饭的技术这么厉害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你看，炒起来，来炒起来，炒五次。哎，我学到这个咖喱饭了。
学蛋包饭了，我学到这个 Ude Tamago 了，这个是什么？溏心蛋，这个是 Take no Gokohan， Take 什么东西啊？Take 生小 Take no Gokohan， Take no Go 哦，玉那个、啊、那个竹笋饭是不是？但是这个 BB吧是算拼盘的东西吧？我不知道东西 BB 吧，哦，一次会好多、哦，是哦是哦，我会咖喱饭呢，石锅拌饭哦。哦，好好饭哦！我突然觉得这料理游戏蛮好玩的，是不是开始要一个一个把料理做出来了？来来，开始练习了。咖喱饭怎么做？等一下，咖喱饭呢？只要咖喱粉加这个就可以做。看咖喱粉好便宜哦，我们做个这个五个放身上。咖喱饭我们放在身上，耶、yeah ！我们要喂那个乞丐啊，有一个乞丐喜欢吃咖喱饭。好，看看呢、啊。我说真的，这游戏其实那个观看人数是越来越低啦。说真的，就是看台人数啦。哎呀，我其实一度觉得说这游戏不如还是我自己玩玩就好了。对啊，但是看到各位这样子努力不懈的跟台，我也就蛮佩服你们的，真的很佩服。很多朋友都说你玩这个不如去打 LOL 的天梯，还比较多人看。你打 LOL 打 rank， 说不定看的人数还比这个多。你干嘛玩这个游戏啊？你不会红啊？真的是哦。等我一下哦。今天是礼拜28号。看一下哦。今天是28号嘛，然后刚才触发的是葛雷的事件。葛雷是月曜日，今天在一点前去断肢屋可以触发另外一个事件，但是断肢屋应该在做东西，我应该进不去，所以没得触发。我们必须等到秋天才能继续解葛雷的后半段。我干嘛把自己搞死啊？可恶，气死我了！就是我今天应该可以去葛雷，直接就蓝心，直接变绿心，直接告白，但是。今天因为我去不了断肢屋，你知道吗？就卡住了，卡住了。哎呀，烦嘞、欸！哎，你也入手了，会上瘾是不是？哼，厉害厉害，这么快就入手了？好吧，好，先这样子。然后今天是月曜日嘛，等一下，我看一下那个杜兰朵，不是啊，布兰朵啦，布兰朵是今天还可以触发一次吧，在下午1点到3点去木之家，对，然后就可以告白了。今天我们要跟剩下两个男生告白，今天我们把所有的告白吧，然后就可以结婚了，就可以准备结婚了。嗨，一次郎，嗨，你好。我们先去杂货店一下，反正是1点到3点嘛，应该来得及，应该来得及啦。根据我的脚程的话，哎，锁的吗？哎，为什么？Why？老奶奶都在家里，脚瘸就是不一样。哎、欸，老头，你在这啊？那给你一个葡萄，然后就给他这个蜂蜜。好，然后老板喜欢吃什么呢？老板给他个苹果，他应该喜欢吧。毕竟是养生的蔬菜，说不定他也可以吃凤梨耶。我觉得，我们先包一个苹果啊，包个苹果，明天给生日礼物的人。卡莲，
给他这个葡萄酒。これ大好きなのよね、大好きね。还没有决心吗？真是的，快了快了，他老妈攻略完了。其实老板应该已经实心了吧？我看一下，老板还没实心吗？老板，老板，老板还差一格，可恶！来买种子啊！南瓜的种子，明年的夏天可以种，我先买个20包啊。然后牧草，我想要买一些来起来玩的，买个30个起来玩一下。5-30，15,000吧，便宜啦，便宜啦，便宜啦，是有点多就是了，感觉有点多就是了，不没关系。然后没事，出发。必要日，医生给他个这个，不不。哎，来了，咖喱饭，你最爱的咖喱饭，乞丐来。不可以，可怜的咖喱啊！哇塞哇塞，阿里嘎多！你看，他说我连最基本的这种手做料理，就是他说他喜欢这种很基本的那种亲手做的料理啊，对啊。哦，他这么喜欢咖喱饭哦。哎呦！哎呦，他也喜欢咖喱饭哦。哎，等一下，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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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现在发现一个很大的盲点，你知道什么盲点吗？葛雷是不是不是葛雷啦？克里夫是不是也是告白的对象啊？对耶，那克里夫也是告白的对象耶，我糟糕了。那我可能冬天才能结婚了，不好意思，这样算下来不行哎，因为我必须要先让克里夫的秋天的葡萄园事件弄完，我才能结婚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我们下午5点到这边来看看，好，所以5点到这边，然后布兰特是1点到3点，好，可以可以，来得及，1点到3点，好，那我们等我一下啊。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的 tempo。天 tempo， 安安的，安安的，晚上好啊。拍摄啊，今天没有跟各位闲聊，就是因为最近没什么大事发生，就动画界也很平安。然后大部分发生的一些比较大事，都是一些游戏界啊，或者是一些商业的合并案。但这东西跟各位有点距离太遥远了，太遥远了。他也喜欢小麦粉，谢谢。荣耀甲咯，等后段开了吧，我后段的资源都不知道够不够，我还不敢捞船呢、欸。当然是等我全部解完再说啊。好，我们去那个小木屋一下。小木屋。一样，帮我什么看法、啊？没什么特别看法哎、欸，那是必然航线的选择。来了，出发。对，我找他有事。哇，他说太明谷啊，瓦鲁伊内。哦，他现在是陷入的苦恼就对了。他说呢，他说他连早餐都没吃啊，就是。自顾自的只在埋头在做他的艺术品就对了。市长到挑战女装了，也没有啦，就是测试一下而已。没有，我发现我的胸部还挺大的，我今天穿上去大概有低罩杯吧，我感觉超屌了，突然觉得自己蛮性感的。
选这个，我是来帮你打扫环境的。啊，さすがにそれは。いや、でもこれ以上，那个就是他的这个，他旁边的这些血血呢，会开始干扰到我了。没有被打开了，没事了。没有，不是塞棉花，是真的，真的塞胸罩，是真的戴了一个胸罩，钢铁胸罩。やっと終わった。好。总之呢，就是说感谢你帮他打扫完就对了啦，欸，他的剧情其实我觉得蛮无聊的，对，这男的真的是不太适合当结婚对象，我觉得蛮无聊的。对啊，医生大概是我最想结婚的吧，医生就 很棒。这边的话，他的好感度应该可以直接告白了，看一下。他的好感度应该可以直接告白了。欸，这个可以剪毛了，没有人剪他，欠剪。一二三四五六，这个可以告白了，这个可以告白了，我确定，我直接拿出来告白，不管。这个，来告白。等下我先存个档一下。为啥存档你知道吗？假设我告白完，我可以瞬间叫木匠做事情，那我就再也不用理他了。好，先告白。哎，不对，告白会直接被送走，哎，等一下，不行。啊，四点过了，他也不接案子，他好像只能到四点，对，他四点不接案的，明明我跟他感情不错，我不接案的，干死到头，感情好没有用，都是骗人的。どうした？为什么你会这么说呢？待て、やるから、ゆっくり話せ。就是，不是，不要说的那么急，我们慢慢来说一下啊。哎，啊，つまり，是那回事对吧？君は俺と親友になりたいと。你想要成为我的挚友是吧？哼，君がそばにいれば、俺の生み出す这个研究もさらなる発展を遂げられるかもしれない。哦，他说呢，要是你待在我身，如果说你待在我身边的话呢，我的艺术呢，就感觉会朝那个好的方向给发展出，往好的方向发展也说不定啊。对对对，感谢次郎的医师钢斩，医师本就没有很难啊。好，那我们从现在开始呢，我们就是这个挚友同事了啊。好，これからよろしくね。哎，对吧？我还有事情，我先回去了。啊，都差不多的剧情展开了。好，加一。好，剩下我们剩下三个要攻略了。耶，耶。这真的不能进去了。那我真的自己把自己封死，欸。就是我前天去制作一个钓竿，然后现在我没办法接葛雷的后面，妈超蠢的。好吧，秋天再来解吧，不然怎么样？还有谁没攻略？克里夫几点？克里夫是五点到七点。好，先去一下教，我先去一下那个教堂 ，stand by。你好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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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哎，不是啊，刚才你们有没有看到那个克里夫走回去了？那很奇怪耶。等一下哦，克里夫事件到底是怎么样？还是我已经解过了？
他说有一个五点到七点，然后是在教会，然后呢，教会呢必须要克里夫以及我们的牧师要在。对啊，哎，搞什么东西啊？所以我到底有没有解过克里夫的头摩搭机啦？还是我还没解过头摩搭机？我们应该已经吃头摩搭机了吧？咦，どうして？どうして？还是他到七点会回来？不对啊，不可能啊！怀疑，怀疑人生啊！看一下哦，水晶药物。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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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知道为什么了，我知道为什么了。他好像是打工的时候才会去教会，所以要打工的时候才能解这个成就。哈，竟然。对，他要打工的时候才能解这个成就。他打工期间呢，他在月曜日到金曜日会到教会，这个时间点会到教会，所以都要到秋天才能攻略。我操你！哎，我跟他去酒店好了，他应该是酒馆没错，我们跟着他。哎，不见了。哎，我怀疑人生了，我怀疑人生了，竟然是要到秋天才能解。秋天，秋天，秋天，为什么是秋天，不是冬天？这样子，我这么攻略的这么努力，感觉好像都白费了。白费了，白费了，姐夫，我好努力在攻略，结果你这样子给我这样的回报，唉，切心啊，切心啊，切心啊！胖哥好难攻略哦，胖哥这礼拜才会出现。不管了，那我们先攻略那个吧，赫里斯。哦，身上虽然没有饭团了，不过没关系，给他巧克力，他应该也收巧克力才对。可以啦，好了，那没事啦，我们今天就睡觉啦。顺便看一下那个小矮人有没有把那个稻作收重冠军。加鲁，他们一定没有把它收好，他们一定没有把它收好。你看，我们来检查一下啊、哦。你看那个番茄都没有采完，不对，他们竟然采完了，他们竟然采完了。蓝草，蓝草。蓝草，给我蓝草！为什么都不给我蓝草？嗯？蓝草，蓝草啦哟！我到春天、秋天的时候还没办法出货50个，这样之后秋天怎么挖矿坑啊？哇，这游戏好难玩哦！你好，你好。哇
我觉得我凉了。青椒稻草30个，我们来放稻草，随便的放，放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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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放一个，放一个，放一个哦，随便放啊，随便乱长。我们把这个稻草呢长满，就是我们的胜利了啊！至少秋天就看起来漂亮了。哦，放的密集一点啊！还是我们今天应该来捞船啊，因为我后来想想是。如果打1-4去捞休斯顿，但是呢，因为你不可能进皇每一次都 S 胜嘛的情况下呢，你就在浪费你的资源，浪费资源的情况下呢，那就不如不要捞，不如等全部打完活动，哎，再看有什么资源，再来自己捞就好了。这是我的考量啦，我不知道各位是怎么想啊，因为我资源真的没有很多，尤其我水桶不够，只能比较客家的玩。你问问有没有休斯顿的倒六率，去看破译就知道啦。我猜是 2.4 啦，猜是大概2%左右，2%。觉得休斯顿应该是蛮好钓的。A 胜应该很难钓，我觉得 A 胜应该很难钓。我们看 S 胜就好了，看 S 胜吧。哎，出生了，这是15号对不对？你205 015，不好意思，我知道啊，当然不好意思，我知道啊，不上资源，对啊，你上资源其实很吃资源的。好，来了哈，不宜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8只，所以我们必须把七要鸡给卖掉啊！我们今天就送这个鸡上西天了啊！冠军鸡跟他说再见，好不好 ？S 剩7%掉落，真的假的？那我要不要去捞啊？7%掉落好高哦，不是7%也太高了吧？是样本数太少吧？我觉得是样本数太，我觉得一定是样本数太少，但7%很高哎。怎么可能7%？ Pick up 也没那么高，好不好？这次难得5颗星了，有点可惜耶。但是还是让他去了，有点小小的难过。但是就跟他说再见吧，不然能怎么样？虽然八颗星跟冠军机跟10颗星冠军机应该差不多吧？我看一下动物的部分，我看一下哦。欸，其实8颗星是没差欸，我发现，不，我后来发现其实8颗星没差欸，就是他的优胜冠军是8颗星以上，然后他的爱情度是8到10颗星，然后呢 P size 就是说呢，只要你的放牧呢达到1000小时以上，然后呢 X size 是 P size 所采取动物里面有 0.4% 有机会出现 X size。对对对，所以其实8颗星的鸡不用卖掉，欸，我发现其实8颗星跟10颗星的价值度是差不多的。嗯，对，其实好像没差。对，那就8颗星留着吧。哎呀，这只留着吧，不用卖了，不用卖了。那剩下鸡蛋拿去做鸡鸡吧，做鸡鸡。哎，欸，我学到这个乌冬面，还是什么咖喱乌冬？哦，咖喱乌冬就这个，
有了，有了，哥哥，我们就拿这个就可以直接往下挖了。哇，看太神了！哦，有了，有了，竟然被我抽到了！哎呀，我在说服我自己。哎，杂货店今天是没开呀、啊。杂货店是礼拜二没开哦。杂货店对火药日没开。我昨天忘记买菜刀了。他好像进货菜刀，我没去买。哼，明天再买。咖喱乌冬加很多是不是？来，可以看加超多。我们来做一个咖喱乌冬，示范给你们看。咖喱乌冬，它需要乌冬面加咖喱粉。但是呢，我们要先有乌冬面，就这个乌冬面只要小麦粉就可以狂做，但是我没有擀面棍，所以没办法做。对，但是我刨丁呢，我等一下明天可以去买，明天买擀面棍可能要10天后吧，所以我猜应该秋天后半段应该就可以了吧。我预计是秋天后半段去往下挖吧，或冬天开始挖，冬天一次把它挖完。对啊，没问题啦，我觉得很稳，稳稳的。我蓝草出货31个，离50个有点遥远啊，还有18个要出货，不太可能，也太难了。蓝草实在太难出现了。那有一说一啦，就是现在这样子来看啊，好像没什么事情要做了，对啊，没事要做，现在就放风了，放风咯。弗莱彻还是第一，弗莱彻真的很难捞，哎，老实说，不是人捞的。假日再见吧，我们假日见，好不好？假日我要去忙啊。假日有一个，我有个大事要弄，所以没办法。如果你们在假日如果有遇到我的话呢，不要跟我打招呼，对，不要跟我打招呼。好的，田中机器卡 F， 笑死。所以红草出货打50个没有任何的屁用，对不对？只有蓝草才有用，那蓝草好难，好难，好难抓到啊！秋天还没有蓝草啊！这游戏真的很难玩。哎，一个没零，这边会有一个，有机会啦，然后这边会有2个，然后剩下在山上温泉那个地方吧。哎，还没回来吗？等他一下。
欸，怎么没有人啊？来，攻略有人一次放凶热，没有必要啊！一次真的没有必要放凶热，完全没有必要。说真的，我们把一个垃圾盖了吧，这个感觉没什么帮助的东西，把它盖，就这个，我们把它盖了。虽然我觉得没什么用啊，那就盖了吧。我为什么不要小甲？奇怪了，我他妈是爽哥是不是？爽哥才不小甲的。今天他生日嘛，我们给他苹果。哦，看起来加很多。哎呦，快满嘞！你看，是不是哥哥？剩下克里夫，还有店长，以及这两个垃圾，还有葡萄园店长。Mugi，OK，快满了，快满了。你们喜欢漫画还是小说啊？假设真的到时候不起眼台湾上了，我们还是要抽奖啊。你们喜欢抽漫画还是抽小说？都喜欢，要选一个啊。喜欢漫画、小说吗？现在没有人在看小说了吧？现在不都看漫画了吗？小说只是比较贵而已吧。そういうことですか？どういうことですか？そういうことです。そんな、今さら間違いだなんだって。しかし、事実は事実です。そんな、気をつけて、すま、気を落とされないでください。先出节拍器、没有那回事。什么节拍器？不知道、不知道。总之呢，他是说杰夫的身体出大事了哦。什么大事？什么大事？他说他的血型是错误的。哈？哦，是这个意思吗？他说他以为他以前都用那个血型占卜吧，结果呢，他后来去医院检查，发现他的血型根本就不是，可能他可能以为是 B 型嘛，所以都看 B 型的，结果基因检查出来是 A 型，或是 O 型，那就尴尬了。哦，白痴哦，干什么烂？这什么烂事件啊？这什么烂事件啊？好哦，好啦，到时候再抽嘛。我们抽一些比较色色的小，那个色色的漫画跟小说，好不好？还是你们抽一些那个比较好看的？我们抽那个明年的话，我们抽那个 JK 少女，就是那个刮掉胡子的我与捡到的女高中生。我们抽第一集或者是什么第三集这种小说，然后漫画的话，我们可以抽那个有个异世界闯荡迷宫的那个，就是有一个男主角
到了异世界嘛，然后他买了一个女仆，对，那那个女仆跟他可以就是当他的那个当他的剑盾的使用者，然后呢，同时又可以每天晚上跟他这个嘿咻嘿咻的，对对对，我都有介绍过，我记得。bang ba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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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ng。今天我有看到那个角川那边公布了那个新的问答大赛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来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来边作答边玩，要不要？休息一下，我们来玩一下这个小游戏。啊，干好大！这个我今天看到他们更新的，不宜。来来来。挑战一，日文所谓的右旋转，在中文意思指的是拜犬、Toyota 跟青梅竹马。拜犬靠背，干好鸡掰啊！我好想选拜犬哦，但是拜犬好像错的，干，我不敢，我要选拜犬呐、啊。然后 Toyota 这个梗，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。这个是一个很老的梗，这是一个很老的梗，你们知道是什么梗吗？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，就是在那个只有神知道的世界，只有神知道世界里面有一个，他有一个梗，就是神大人认为说，所谓的青梅竹马要符合这几个条件，对，你们是没有，你们是不知道，对不对？啊，来我们那个。为各位科普一下，你们可能不知道啦，哎，好久没看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所谓的 Toyota 呢，指的是我们先重提一个 T 的音，那个日文叫做 Tonari 隔壁 Toyota 的 T 嘛，再来是 O 是什么？哦，逆讲。哥哥，或者是 ototo 弟弟，然后 Y 是什么 ？Y 是 yakusoku 就是约定。再来第二个 O 是什么 ？O 是那个 omoide 是回忆，所以 T 就是隔壁嘛。O 我跟你讲 ，yakusoku，O 是 omoi， 再来是做一个 tachiba 是立场。就是呢，今天你小学是这样子，小学欸、你可能在以前你的青梅竹马呢是一个，你是这个有钱人家，然后呢他是一个可能是一般的普通少女，然后长得又很丑什么之类的，结果呢到了长大之后，你们家这个中破流岛，父亲被那个坏人给杀掉了，然后母亲这个被老那个其他的那个坏男生给这个追走了，就是变小三了之类的，不管好，然后总之你家破人亡，最后呢你就沦落到这个街头上，结果呢你遇到了这个当时这个青梅竹马，他青梅竹马呢长得非常漂亮，就是变漂亮了，家里就突然变很有钱，因为他找到一个就是有钱人收养了他，哇，这就是一个这个 Tachiba 立场完全不同的重逢，哇，所以 Toyota 指的是这个，好。蛮有意思的，那我们选拜犬。好 ，Love Life 中呢，哪一位角色其应援色配对有误啊？高坂穗乃果是橘色，是啊。东条希是红色，星空凛是黄色啊。这个是正确啦，那这两个哪个错啊？东条希是什么颜色啊？是紫色吗？还是蓝色？星空灵什么颜色啊？星空灵是绿色吗？东条希是紫色是不是？那我们选紫色，好，选这个错误的哈。请问魔法禁书目录中，英帝克是脑这一共记忆的基本魔道书？
干他妈谁会知道啊？等一下，这他妈谁会知道、啊？一不可能是这个，看起来不会是这个，这两个选一个吧，选这个300好了。好，请问在加州世界中，主角们最多每张东西由于东京的哪一区？三病区。U C 是以 U C 时代作为时代背景的故事，请问 U C 纪元是从公元几年开始改称之？2045年。请问狼心的里面，赫罗跟罗伦斯生了一个女儿，叫什么名字？叫缪斯吧，我记得缪里啊，缪里吧，缪里。请问约会大作战能让狂三分裂自己产生分身是哪一个数字的值？什么东西？三只蛋、五只蛋跟八只蛋。八只蛋吧，好像是八只蛋吧。请问在人的这边，男主角威廉是世界上唯一幸存的种族人类啊，人类。作品中谁是慧慧的朋友兼竞争对手？云云吧。请问青春猪头少年男主角紫川孝太其初恋的对象是樱岛麻衣？请问作品中本大爷就你一个有着怎样的告白呢？长板凳。请问恶魔高校转身为恶魔的一层，其手上的赤龙地甲消耗了多少枚恶魔棋子？我记得好像是八枚吧。然后呢，他是问赤龙地的手甲，所以应该一层扣掉一个，所以应该七个吧。然后欢迎来到实际上主义教室中，下面哪一个不曾担任过班长职务？嗯，没有没有，祥子不存在的，祥子是他幻想出来的，对。祥子这个角色呢，其实一切都是幻想，对，都是幻想出来的，没有这个角色，对，没有祥子这个角色，只有麻衣，没有祥子。好，神奇龙二，南云雅，我记得一直在繁波是班长吧 ，B 班的嘛，对不对？南云雅好像后来是从 B 班变 A 班是吧？所以应该神奇龙二吧。然后，对于刀剑神域的某场经验，下列何者叙述有误？这虽然是游戏，可不是闹着玩的。血盟骑士团的团长，完全潜行机器，哎，不是这个吧？那应该这个吧？啊，请问下列哪一个作品不是台湾角川有代理出版，并且预定于2020年1月放送的作品？嗯？怕痛是2020年1月嘛？掠夺者是那个天降之物那个嘛？那应该是五指转身吧？好，作品冰果的冯太郎及高中加入的社团是古书研究社、古籍研究社、古书古籍书籍，看什么东西？古籍古书古籍吧？啊，古籍啊。请问在漫画《学园末世录》中，男主角孝最早取得的枪支是？狙击枪、狙什么？左轮吧，我记得左轮。下列哪一个作品叙述的正确？美好世界的插画和战斗员派遣是同一个人？好像不是诶，作者同是该作的出道作，不是啊？鸭子田一来到，对，来鸭子田一局，他来过台湾，有。请问樱花庄的女儿新三观梦想是成为什么？女优啊，那个啊，女优啊 ，AV 女优，对不对？我知道，声优吧。请问在台湾角川出版之不解轻小说中，加藤惠共出现在几次封面上？不包含特装版，什么东西啊？我算一下，第一集不是1234566。七好像是，然后八也是，然后九不是，九不是，十也不是，十一、十二、十三，哎不对，九十、十一好像也不是，哎。嗯，七次吧，应该是七次吧，我确定一下，我这边有答案，
我这次有做那个题，就是不起眼那个节目，我记得我有放封面吧，我看一下，偷看一下我自己的答案，嘿嘿，看一下啊、哦，不起眼剧场版，不起眼剧场版，我资料夹放哪去了？不起眼剧场版的资料夹，哎、欸，我不知道放哪去的东西啊。不是啊，我记得我有，我看一下，不起眼的封面是不是？我看一下，我印象中是七个啦，我刚才自己算了一下，应该是七个吧。不起眼，看一下哦，从第一集不是嘛？第一集确定不是嘛？一二三四五到第七集是嘛？七八，然后九十、十一、九十，哎，九，哎，十一是嘛？一二三，然后十二集也是嘛？四嘛？第十三集也是嘛？五嘛？然后 GS 三也是嘛 ？GS 三也是嘛？所以六嘛？然后再加 Memoria 是七嘛 ？FD 跟 FD two 都不是他，所以，然后 GS 跟 GS two 也没有他嘛？所以应该七次，没错，七次。七次啦，没有错嘛，我的印象没有错嘛，七次啦，好，结束。姓名次，电话你家，不告诉你，联络地址不用送，因为不会满分，好，提交。看一下，好，第一题果然错了，因为不是败犬，是青梅竹马啊。但是我不想，我想选败犬，不行吗？我就想选败犬。然后应该第二个错的应该是那个吧，那个青春助手吧，啊，樱岛麻衣，当然是木之原祥子嘛，不管啊，这我就是樱岛麻衣。其他没问题，哎，看来我的这个动漫知识也是不错啊。行，啊行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嗯，我的意思是说呢，我们刚才再开启这个画面看一下好了。开始也跑掉了啊。我们送不起眼可以吗？我这边手，我自己手上之前上次为了十万订阅，我有买了两本十三集嘛，那还可以抽嘛。然后。刀剑神域不要啦，我觉得实际上也可以的。或是挑个青春猪头这种的，就是大家会喜欢的。哎呀、啊，或是挑个约会刀作战，我家应该没什么客群吧？算了，无客群。好，就是这样子啦。你们也可以去作答、啊，我记得他好像满分好像有送那个，就是可以抽新书的样子吧，但是你未必抽得到吧。不宜，不宜。等一下、哦，我先收发一下远征，收发一下远征。所以你们认为祥子是存在的吗？我自己的看法是，祥子是幻想出来的，就是他说他虽然是他的初恋对象，但终究只是个幻想而已、啊。是不是？对呗，对呗。你以为真的输？是真的输啊，是真的啊。你满分好像可以抽到真的输，只是要抽就是了。所以次郎大大质疑角川的题目吗？没有啊，我只是说，按照剧情设定来说是祥子没错啊。他都说他初恋对象是祥子了，但是不管啊，我就是想选麻衣不行吗？我是说我根据鸭田的老师他的那个想法，鸭志田他的这个设定来说呢，祥子这角色是不存在的，是幻想出来的。
它不存在，它是幻想的，幻想的，幻想神域 online。这头牛还没拔到护士吗？拔到啦、啊！我现在已经剩下两个人啦、啊。我给你们看一下我的丰功伟业。李克已经告白了。波普利呢？因为那个剧情设定的关系，他夏天不能攻略，所以必须等到夏天之外的。对，好，再来呢？葛雷呢？因为目前我自己把自己搞死了，他现在没办法去那个断置屋的话，没办法触发后面的剧情。对，所以这边卡一个而已啦。然后呢，玛丽告白了，然后艾莉就护士也告白了，杰夫呢今天弄完了哦，卡莲呢也告白了，他再来送他礼物到满星就可以结婚了哦，医生告白了，克里夫呢必须等到秋天的葡萄园事件才能继续进行后续的这个发展，对，然后兰呢告白了，凯告白了。布兰特告白了，珍妮佛告白了，然后扎克跟霍安这边都弄完了，你看，完美，完美，我要成为人渣。突然有一个断层，什么断层？这游戏本来就是这样子玩啊！真的以为都不开后宫了，不开后宫很无聊哎、欸。就是像我小时候都只会攻略一个角色，后来我发现不对，每个角色都要攻略，他们都有他们的故事，你知道吗？哇，牧草长好快哦，超棒！干、啊，嘣嘣，哎，自由。好，没事了，没事就想睡觉嘞，怎么办？啊！我现在没有钓竿啊，我也不能钓啊，这样好无聊啊。好，今天就随便晃吧，去山上踩踩，踩踩东西。我们明天是30号最后一天，然后再就要进入秋天了。秋天是一个很好玩的季节啊，秋天事情超多，对，所有的大事都发生在秋天，非常好玩的一年。今天可以玩到秋天就差不多了吧？现在时间十点半，咦咦咦啊，好开心哦！突然有一种很开心的感觉，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说。哎呀，各位开不开心？你们说开不开心啊？快说开心！啊哈哈啊哈哈啊哈哈！哦，不知道什么，好开心哦！没有啦，就最近我已经连续开台七八九，我已经连续开台十天了，连续开台十天哦，连续哦，哇！你说我开不开心？干，超开心的！哦，连续开台十天，我也是蛮不简单的，说真的。好，没打舰长也坏，没有啊，舰长已经现在就等后半段啊，谁要田中这次开这么慢，以前他妈两三天就开后段了，这次拖得有点久啊。
个人觉得蚂蚁结局比较好，是啊。好，九点了，我觉得可以上床睡觉了。没得钓鱼，我看一下哦。我们算一下哦。擀面棍、锅、菜刀可以做乌冬面嘛？对啊，小麦粉做乌冬面。他说那个乌冬面可以回40的体力，可以回40体力。对，所以基本上你们那个冬天要挖矿，可以只靠咖喱乌冬面。对。所以重点在于要拿到擀面棍跟菜刀啊，菜刀已经买了，但是菜刀我因为昨天没有买到，忘记要买了。然后呢，看一下啊，他们说。通过这个每天的下雨的方式，然后呢，你只要一下雨，牧师就会在这个教堂里面，然后或者是会待在这个忏悔室里面，所以呢，可以透过这个每天下雨的方式去刷动物的好感度，这样的话呢，秋天就可以刷出一个冠军牛了，干我就超瞎的。明天六点要起床是不是？好哦，好，看一下哦。松茸呢？松茸是在石头打开之后会出现。OK， 我先看一下秋天有什么事情要做而已了。我们先睡觉吧。秋天的话，看一下啊，橙汁维纳斯的主体哦。秋天有赛马节，好。然后秋三季有音乐节，没什么意义。然后扩建这边也弄完了。然后冬天的暖炉可以投木材换取体力。哦，矿屋是研究，落雪永生花，秋五节是小男孩的生日，秋七节、秋九节，哦，好，挖矿，安娜，菜谱是无法。等我一下，我现在在看那个秋天我要干什么事情而已。秋天13号是赏月节，秋14日是哦，记得提醒我哦，秋天的15号要去买动物哦。我夏天忘记买宠物，我超尴尬，你知道吗？忘记买宠物，他妈害我没办法种宠物，超坑的，超坑的，气死我了。好，秋17是五点前可以准备赛马哦，所以秋17是赛马节，秋18赛马节嘛，哦，秋19是特那些软绵绵剂是21号。好，然后女神好，然后还有什么？23号、27号南瓜节。好，没事了，就这样子了。好，没什么大事，秋天看起来没什么大事，今天就最后一天了。好，这个水曜日，今天记得提醒我去这个忏悔，今天去忏悔一下。明天，我其实明天想要刷出下雨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那个第一天啊，那个小矮人啊，今
今天就不来了。对，今天就不来了。但今天我也没差了，因为明天作物也坏掉了，所以今天呢，他们来不来我无所谓。对，我无所谓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去找小矮人，再委托他们工作，当到我的血汗劳工。无所谓的是非，有那感觉，好像那沙沙浪着一天的愚昧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啊，顺便讲一下，反正今天人少嘛。那个某个跟我不算很好的朋友，叫做某黑某雨的，他终于要再找我拍片了。哎，虽然我觉得我上他频道们对我的频道完全没有任何的帮助，不过算了啦，就是当作去玩玩。主题是什么还不能讲啊，因为这是机密。对，这是机密，这是别人的东西，不是我的东西。如果是我的东西，我就决定要不要讲。别人的节目的东西不能随便讲啊，对啊。总之呢，很高兴他又可以找我去拍片了，耶、yeah ！这一代的玉米看起来一点点不像玉米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以前的玉米是又大又好看，这玉米看起来超小根，太我以为一直没有开花过，你知道吗？原来早就开花过了。你们听过一首歌吗？春去春回来，花谢花会再开，只要你愿意，只要你愿意，让我摸下你心海。春去秋回来，以前的那个稻作物啊，只能种九格，你知道吗？不像这样在乱种，我这就是乱种，你知道吗？田地的这个最大化运用，当然了，这非常的吃力，就是这一定要找小矮人来收成，不然会收死，就跟我现在一样，收到吗？凌晨十点收不完，拆片头是不是？那个应该是运气而已吧。说真的，我觉得我动漫真的懂不，我真的懂得不多，对。我动漫真懂得很少，比起在座来说，我只能算是幼儿园而已。真的，太多观众比我们厉害了，我就是一个幼儿园生而已。欸，我想要种那个爆米花。这爆米花听说那个谁卡莲很喜欢，是不是？我们做个五个带走啊。爆米花，捧康，哎、欸，捧康，还要隔一隔种，对啊，以前要隔一隔种啊，以前那个温室也很有趣，就是以前有个温室，你是在偷懒啊，哥哥，这是不是在偷懒？他说他今天事情已经做完了，你今天事情做完了，真的假的？我检查一下。哎呦，他真的做完了，他真的做完了。他的效率有点高啊。
但是我不管，我要放牧，放牧才是王道啦。好了，10:40呢，现在干嘛呢？今天没什么大事，今天去买材料，去忏悔，去找小矮人，应该开了吧？有了有了，我的钓竿完成了，钓竿，钓竿，耶、yeah, 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密营钓竿，哦，太爽了。那我们先把那个葛雷的成就先解完吧。葛雷的成就呢，是在月曜日礼拜一，礼拜一限定嘛。对�啊，那我们今天先拜托老板做3天，应该礼拜一再过来就好了。哦，我们今天先拜托老板做个东西啊。等我一下啊，回去拿个东西。市长有看见 A7 的斯奈片吗？没有哎、欸，没看。怎么了摸啊？很精彩是不是？还是很有诚意是不是？跟我长得一样吗？我也看起来很有诚意，对不对？你们有没有觉得我长得很有诚意？是不是？那个加工，哎，看一下啊，这个做完了。再来要做哪一个呢？做牛奶的这个好了。牛奶是做成什么？牛奶会做成什么？起司对不对？那我们先做成起司好了。这袋牛奶会变两个是不是啊？牛奶放入呢会变起司就对了。然后这个是什么？牛奶放入会变这个巴达，会变奶油就对。这袋有起司跟奶油哎、欸，哇，好帅！竟然是两个东西。すごいですね。五天嘛，3、3、4、5、6日一，有点叽里叽里耶。我怕我今天放了这个，结果卡一天，然后礼拜又不能解。先不要解好了，先不急，我们等那个葛雷这边结束之后，我们再来解这个东西好了。其他的话先不弄吧。对啊，先不要拜托他好了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有观众贴的这个影片，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的实况很自由啦，没有局限在一个游戏啦。哦，是牛油是不是？哦，是牛油啊！干，好可爱啊、哦，受不了了！大爆射，大爆射！在吃什么？当然是吃我们的棒棒啊，对不对？我现在是牧场王哎、欸，牧场王！太神啦！哎，看起来那个吃的东西好粗哦！台湾为什么不会进？是因为那个太贵啊，鸡台很贵的。一般的店家是付不起那个版权金的，你自己光算那个成本跟月收入就知道会亏钱，一定亏钱。
哎，怎么会触发这个剧情？都是谁？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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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要跟你出去玩。等一下，我一玩，我今天就不见了。不要，不要。No, no, no！ 等一下，我不要出去玩，不要，不不。干，等一下，我菜刀还没买啊。不是，我菜刀还没买啊，你们不要出去玩啊。哦。干。我哪知道遇到这种事情啊！完了，看海了，看海了。他们两个很好奇，说这大哥哥大姐姐要去哪里玩？是要玩什么开心的事情吗？是这种，哎，这种有激烈碰撞的东西吗？还是怎么样？他说，哎，结果他说哪里没期待那里，就是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呢。他们俩到底在玩三小啊？对啊，他说就是看到这个姐姐在玩呢，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。对啊，他说呢，因为总是在我们家工作帮我们做事情的这个姐姐呢，结果呢竟然和这个他的好朋友一起出去玩，这个东西就是从来都没有想过那种感觉啦。哎呀 ，so ga。艾利瓦，我内讲啊，这个不当，不当不当，あそうではないだ。僕とエレンは、おばあちゃんがおご飯作って、それを働いてた。哦，他的意思是说，就是因为平常呢，护士阿姨都会帮他们做饭啊，然后照顾家里什么的，然后突然现在就是，出来这散步什么，他觉得有很奇怪的感觉。哦，他说今天我要回家了，对。拜拜，他突然长大了，小男孩突然长大了。他说久违的这出来晃一下，真的不一样的感觉啊。对，他说要回去做饭了。他们两个奶奶跟那个优啊，他因为就是感到很困扰啊，就是怎么没有人帮他们做饭呢？这个选什么都无所谓啊，我也没有跟你结婚，对不对？随便选啊。理论上应该选第一个啦。理论上是选第一个啦，对啊。但是我的时间会不会就不见了？等一下，还我时间哦！你们不要把时间偷走哦。A C 版有肉胖子是不是？是哦。他说他拿了一个这个。就是按摩券的东西啊，类似一个帮忙券就对了。如果说就是需要我帮忙的时候呢，你只要跟我讲我想要帮忙，然后我这个小男孩呢就会帮你做事，姐姐你就可以去玩了，跟大哥哥玩了。哇，好成熟啊！哇，这孩子啊，阿里嘎多。好，那就回到我们家吧。下午三点可以来得及，睡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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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耶、yeah! ！老板，我要买菜刀，菜刀给我，菜刀，菜刀，小麦粉，来个300包好了。哦，最喜欢小麦粉了，我就是小麦粉达人，桶康给你。哦，再丢一次给我看看，是不是？你说不同版本吗？你确定是不同的版本吗？来，乞丐，饭给你。这边呢，先存档一下。这边我来祷告，来刷动物好感度喽。没有刷到，重新再一次。
天罚！哎呀，没有，没有甩到，再一次，天罚！天罚，又天罚！哎呦！好，等一下我再看。天罚！哎呀，一直天罚，什么时候原谅我？原谅我啦！我不是跟不跟动物讲话，我只是不小心忘记讲话而已嘛。天罚！哎呀，一直天罚！哎呦，甩不到哎、欸。哦哟！哎呦，一只天罚，成功的几率到底有多低啊？每天刷这个超厉害的，这就是我说的可以每天刷那个动物的好感度，你知道吗？我怎么现在选每个都被天罚、啊？奇怪了，今天是抽卡运不太好、啊，抽卡运不太好哦，天罚天罚罚起来！哦哟，又天罚！啊啊，快气死了！真的真的有。有一般的吗？哦，阿甘了，破译，破译了啦！哦，又天罚、啊！哦，抽卡运不太好。等一下，我出去再进来一下，我觉得这怪怪的。有了，大丈夫，他会原谅我的。許してもらいましたよ。よし，有没有？就抽卡事业线不一样啊。药头来发药咯，好，这个西高多塔诺姆，胶水，胶水。胶水啊！等一下，按错了。七天呐！嗨，仕事頼む。胶水，七天ですね。通通来胶水。刚刚没有刺上帅气的脸庞吗？有啊，右下角就是我啊。右下角，
你们是这样，很久没看到我的脸，很想我是不是？你们很想我是不是？哎呦，我脸就这样子而已啦，没有怎样。我脸长这样子啊，给你们看一下，真的就这样子而已啦，我的脸没有很厉害啦。不用想我啦，不用想我，真的，我就一样的画面，一样的人而已啊，真的，裹着毯子，然后这样子撑着这样玩，对啊，真的不用啦，真的不用啦，谢谢你们啦，谢谢你们，不用想我，不用想我，拜拜，改天再见啦，改天再见啦，这游戏我就觉得没有露脸的必要啊，这游戏露脸超小。行李箱是我的行李箱啊，行李箱一直来都是我的行李箱啊。好啦，改天再见啦，改天再见啦，不用了，我不会跑掉。我就在这里啊，不然呢？我被召起啦。凯哥，虽然跟你无怨无悔。触发特殊事件。他说呢，他说有一个好东西要给我看看，什么好东西？こんにちは，卡莲也来了。哦，他说寄了一个东西过来了。啊哇哇哇，きれいなコネ，他说好漂亮的女孩子哦。怎么了吗？谁？啊，こいつは，私。霍安斗伊伊呢，是一个旅行商人。有了西姑呢，啊，我听过你，我听过你。我达西卡连德斯啊，こんにちは、こそあ、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等一下，卡连的情敌该不会就是这个吧？等一下，所以卡连的情敌是霍安吗？应该不是吧？那毯子是特装送的吗？不是啊。这毯子是地上捡到的。啊，他说我挡到他这个妨碍他贩售的东西了。好，嘿，哇，好多好东西呢。对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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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记得不是是不是？哦。所以他跟他买了一个东西就是了，哦，干，所以他见色忘友欸。就是一个单纯是一个插曲事件而已啦，没什么特别的，就这样子而已。他还要卖什么东西啊？没有啦。哦，这样子，好啊。那我们要买什么东西？买高丽菜吗？买一些高丽菜好了，买个20包好了。咦咦，这样子春天就可以种了，反正没差了，没差了，钱多了，怎么样？钱多了，我钱多。好，这个家伙呢，喜欢。苹果，情敌是机场的儿子哦。哦，这样子啊，好哦。那我今天是不是没事了？看一下，确定一下，我们可以迎接我们秋天的到来了，各位，秋天的到来。新的开始，新的希望，新的钓鱼。Mugi， 对啊，我们 Mugi 去见他一下好了。Mugi 还没有攻略完，我们的旅途还没结束。对 ，Mugi， 我们的目标是全镇都要达到这个满星。虽然这两个人我就随便了，这两个人我没什么兴趣。应该差不多了啦，对啊，克里夫也满了。
布兰特、布兰德就随便了啦，珍妮佛也没差了，告白就可以放置了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那个刚才有观众贴的那个 YouTube 的网址，我看一下。どうですね、YouTube 的网址，这个是不是？看一下。哦，一分钟的。会不会吃版权啊？我干。従順、熊野ですわ。スズヤにお任せ。什么东西呀、啊？さてさて、突撃いたしましょう。哇，好帅哦！ああ、なんか加えてるね。ああ、他のポケモン。受けたまわりましてよ。好可愛哦。ひとひねりで黙らせてやりますわ。メリクリメリクリ。提督、メリクリだよ。シャンパンでお祝いされるのかしら。这个一定超贵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这到时候一定很贵，你知道什么吗？那个卡片一出来，那个卡片他妈一定是卖个6000块。他有你说有黑色内裤是不是？我看一下，有吗？有黑色内裤吗？看一下。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这。放0.25倍速。哎、欸，哎呦呦呦，这，哎、欸，就这里，哎、欸，一瞬间而已。啊，在这里，看到黑色的有没有？有黑色的，这里，这边，哦，有。啊，本来就黑色的、啊，你们是不是没有看过别人穿圣诞服装，然后露底裤的，里面就穿毛衣，毛还有穿那种毛衣版的啊？哎、欸，你们是不是没有看过？我常常在掀，都已经看腻了，所以还好。我真的没事了，我回家了，回家喽。就改的比较慢出，正常啦。我忘记买其他材料了、欸，其他材料快没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个饭团快剩32个了。哎呀，真的是哦。好，当皮肤卖，应该不会当皮肤卖、欸，那游戏都是用抽卡的。
次郎五等分是不是开盘了？还没吧？要等下一周才开盘呢。我跟你讲，反正选事业我就全收，好不好？没有选事业，我们就没有什么都没有。我那时候好像说什么？我是不是？我是说我收一套还是抽一套啊？是抽一套还是收一套？我就忘记了。我记得我是要收一套啦。有没有要抽一套给观众？我不知道。赶回去帮我看一下我的记录都说什么东西。不对，我那时候有发文，我们以发文的时候为主吧。我那时候发文到底说什么东西？对啊，我是说我收一套还是抽一套？今天提早下班，哎呦，不错哦。我们感情这么好，晚上都不让我进去，很棒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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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东西啊，我记得好像夏天不会再出现的，它好像夏天不会有，所以我没办法夏天。秋天没办法买那个稀有的那个什么，那个我在说什么哦，就是那个回复药了，体力回复药。想说直接要买了就可以直接挖了，我们秋天就来挖了，不然好无聊。现在没事，没事想要钓鱼了，感觉从明天开始我们把作物撒一撒就可以来钓鱼了。不然也没事啦，哎，看一下哦。我现在的画面就像这样子，我在拿着这个本，这本哦，攻略集哦，攻略集，哎，所以我现在看，对，老人，等我一下，我是老人。嗯，秋天采不到了。秋天采不到，哎，不对，秋天采不到，干，采到蓝草，采不到青草。不，我采我青草这个，这个如果再出荷五十个的话，医院会卖那个回复体力的，但是没办法。死去了。好，等我一下哦，确定一下。秋天其实还蛮多地方会有东西的。我来先确定一下，我秋天往哪里跑？深山也很多哎，深山那边超多的。秋天我们就到处跑，到处采吧。对啊，还蛮多的。一万呢。いいね。いいね、いいね。そう、そうそうそう。OK。好，没问题。松茸事件什么时候？看一下，松茸事件好像是秋天的某一天吧。松茸事件是，我记得是主教的吧？松茸事件是水曜日，水曜日在晚上的四点过后呢，去教会可以触发这个，好哦，水曜日，水曜日，好，视讯关掉了。我知道我长得不怎么样啦，对，没有很帅啦。然后最近头发我觉得有点太长了，有点受不了了，可能该剪了。但我觉得我长头发比较好看，嗯，有一种这种，我不知道怎么说，就是我觉得比较好看，嗯。杰尼斯，杰尼斯，自诩杰尼斯。
海盗的宝藏哦。是啦，海盗的宝藏也不错啦，海盗宝藏不好钓鱼啦。但我现在不缺钱，我说过了，我不缺钱。对，我什么不缺就是不缺钱。对。说不定我们这样子砍一砍，说不定有出现50个机会。对啊，出了50个，这样秋天就卖，那个就还是会卖，你知道吧？我们把农作物砍一砍，说不定有机会啊。说不定啊，我只说说不定而已啦。为什么他们没有采番茄？干！哎，他们没有采番茄。哭吧，为什么不采番茄啊？ちょっと待ってて，因为没有给加班费啊。不对啊，今天没有人来啊。今天没有人来，那外面有人采番茄，不管我自己采，我采到凌晨，我要采完，气死我了。这都是钱啊，全部留下来，全部留下来做料理算了。不是啊，他们今天没有来啊。今天小矮人已经休息了。破仪，破仪，不要传，不要传，快了好不好？好，这样应该都清完了。OK， 好好，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迎接我们的这个秋天到来啦，秋天到来啊。台劳啊，台劳啊！一个蓝草，哎，看起来是不够啊，没办法出货到50个，留9个番，哎，留18个番茄吧。地瓜园，重点是明天还要去买饲料，就是不是买饲料啦，还要记得去买那个种子，最麻烦。坑！好，先这样子吧，今天就休息了。现在11:18，我们今天玩到12点吧。虽然是礼拜三开台，礼拜三其实我一直觉得应该要做这种电台式的节目，对啊，电台式就是可能今天募集一些问题来回答。但是想说最近可能大家都在忙吧，在忙学测吧，就不打扰各位了，所以就随便。FGO 素材日，1400。好，秋天。明天是老板的生日。3号是音乐季。5号是小屁孩的。
布兰特。九号是收获季，十号是小矮人的，然后十一号是玛纳，十三号是月剑，十四号是葡萄园日啦，这个就是有一个事件，葡萄园事件。其实葡萄园事件我也不知道要干嘛。你要新番，这一季新番很无聊欸，还是你们觉得这一季新番很好看？我觉得这一季新番很无聊欸，真的是很无聊。等我一下，确定一下葡萄园事件怎么解。葡萄园事件，我看一下。葡萄园事件，然后是什么？牧场物语。哦，所以他葡萄园会直接来找我就对了。他会来找我。哦，葡萄园事件老板会来找我，问我要不要打工就对了。好，那我们就要去找克里夫，要他去打工，然后他就会找到工作在镇上了。如果没有找到的话，他在第一年冬天三十天就会到海边，然后就塞欧娜娜克里夫，然后就再见了，就再见了。对，好，那就这样子了。行，秋天，哎，我最喜欢秋天了。秋天能做的事情超多，对啊。我们昨天出贺了几个蓝色草草呢？我们看一下蓝色草草，我们昨天出贺了。44个，差6个，哎，没了，没机会了。这个就只能再想办法生出那六个了。这个生不出6个就不能卖了，就不能买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穿过我的爸爸。好，来吧，开始面对我们今天的新的生活。喂。总之呢，我们6点先直接冲去我们的杂货屋看可不可以买。欸，不是说有好感度会增加开门的时间吗？啊，怎么没有？怎么跟说好的不一样？等一下，怎么跟说好的不一样？加塞呀！顶多提早一个小时，哪有？我这边看没有提早一个小时啊！我到8点看可不可以进去？哎，可以了。哎，真的提早一个小时，哎，不错不错。对啊，我提早一个小时啊，可以了可以了，提早一个小时，哎，爽哦，爽哦，来，哇，秋天要种好多东西哦。很多东西可以种啊，好爽啊！这什么？茄子、胡萝卜、地瓜、小豆，哇，这袋什么？以前我没有种过这个东西耶。这什么东西啊？小豆跟这什么东西？头嘎啦气，这是柿子吗？哇，好多！这怎么这么好玩？来个茄子是连坐动物嘛，那就来个。6包就好了，不用太多，6包就好了。太多我也种不完。胡萝卜呢是一次性作物，所以至少要买个15包吧。再买个6包好了。然后地瓜田连作动物呢，这个超级厉害的，这个就
我们靠地瓜为生吧，就地瓜就来个30包好了。小豆呢，这个是连坐动物嘛，一样给他6包，12包好了。12包，然后这个是连坐动物嘛，连坐的生物都给他来个12包。好。然后呢，这再买一些100个好了。胖的话也来个100个好了，虽然我不知道用不用得到。油呢也是来个100个好了。小麦粉呢，我觉得不够，再买个200个。咖喱粉我觉得也不够，来个200包好了。是什么？太白粉是不是？200包。巧克力是不是？来个10个就好，30个。哇，爽爽买！林北超有钱。因为他一早就坐在这边了，一早坐在这边就给你一个葡萄酒，一早就喝酒，来给你。一早就来这边是不是？给你一个饭团。等一下，这两个优惠是不是的？我看得不爽我看得很不爽，真的。凭什么？到底凭什么？原来都背着我偷吃啊！比我帅，我乳牛装乳牛装比我帅，那柯里。这什么事件？等一下，他说这是一个花朵盛开的季节。他说只有我们小矮人知道的地方在哪里呢？哪里？好哦，到时候再研究。我要先回家给个东西。我很少这么早出来这边晃过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这边会晃到一些很稀奇的东西。先去一下教堂。咖喱饭，然后老板给那个这个，虽然给不给无所谓，就是这边可以捡到一个没有东西，可恶！然后呢，我们去森林那边捡看，森林听说很多东西啊。目前是没看到啦，有啦，香菇，然后就走一个香菇，好，很棒。老爹的话，给他个钻石。88,888吉罗艾雅。来，感谢零零花花这个8个月的续订，感恩，谢谢。好，好多饭团哦。等一下，我被买太多了。等一下，我觉得我要买太多了，糟糕。我要成为料理大师了。好，现在撒作物，然后给那么小矮人来种，不然小矮人他们都没工作，我觉得有点可怜。对，老板我呢怜悯他们没有事情做，所以今天呢赋予他们一些工作要做，不然实在是这样不太，我看不下去了，看不下去了。
们先种那个吧，先种地瓜吧，好不好？地瓜。哎，来了。他说呢，就是他找到那个，他之前我们在找到那个这个什么橙之维纳斯世界那朵花呢，他说发现了新的品种。他说，就是我们可以种走的话，可以种成功了。哦，橙之维纳斯可以种了。哦，好啊，给我给我。真的、哦，要我种就对了啊！我种我种。好，真的有哎，橙之维纳斯，这个才一包而已，太小气了吧？等下种，等下种，来来来，撒撒撒，一包两包，地瓜数翻田。我觉得等下地瓜太多，我会后悔。你知道什么叫后悔吗？就是到时候那个收成不完，刚换我看，换我尴尬。尴尬。今天不知道傻不傻的玩呢、欸，傻玩我也要自己浇花，尴尬。我们种一排就好了，我就种两排差不多了。这一排种地瓜就好。对啊，然后下一排种这个柿子好了。2、3、4。5、6，好，中六个，然后胡萝卜，好，胡萝卜，再来种这个。还种过了，再种青椒。啊，干，撒错，算没关系。啊，已经5点了，糟糕，种不完。今天找自己来撒。是肥料了，是不是？完了，种不完，糟糕了，只好明天再努力了。隔壁，隔山开垦，我闹隔山开垦，完了，我体力撑不住了。哥哥，我撑不住了，我撑不住了，完了，我等下自己浇水耶。他们浇到一半就走了，干，小矮人真的很废耶，不会加班哦，靠腰咧。我先去泡个温泉，回来浇一浇好了。哦，不行，今天种不完，明天再种好了。体力不够，体力不够。对啊，我干嘛这样子？哦，等一下，太慢太慢了。我们等一下回家直接做料理，直接弄好了。吃咖喱饭应该也是加的不错的，对啊。喂，先捡一些东西回家。不是啊，或者是就算了，反正是放置 play 吧。你为什么？你知道为什么要种作物吗？单纯就是为了要解成就而已啊。
单纯为了解成就而已，还好，小事。えっとですね、えっとですね、えっとですね。这里应该有东西可以捡吧？花儿。先这样子吧。我们回去做饭，自己吃好了。为什么秋天还有苹果啊？以前不是不会掉苹果的吗？那你，那就出货出货出货吧。糖炒栗子，哎，超棒的，放到冰箱。好，我们来试试看咖喱饭可以回多少的HP， 看一下哦。假设我今天做一个咖喱饭，可以回30的 HP，OK 啦，行的啦。那我们就咖喱饭做爆啊！反正我们也可以做至少9个咖喱饭。刚刚地上有黄色的果实，是不是？我看一下啊。我们今天先把水扫完，明天再弄好了。明天让小矮人做就好了，不然实在太瞎了。叫老板做这种事情对吗？我是老板嘞，叫老板浇水，那干丢。老板浇水，我第一次看到啦。哦，都乱浇一通欸，一堆格子没浇，昏倒。隔山浇水。哇，这么多！摇头了，摇头了。好，刚刚好，叽哩叽哩，叽哩叽哩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地上。刚才有观众说有果实，是不是？是我眼馋吗？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哦，真的有哦，有，我看到了，这就是蜜柑吧？哦，对嘛，应该要掉蜜柑的，我都没有看过蜜柑呢。兔子长大了，兔长大了。不，这个长大了吧？这可以怀孕了吧？我看一下，这应该可以开始繁衍它了。我看一下，理论上应该可以繁衍它了，明天就可以把它卖掉了。看一下，对，可以繁衍了。好，可以繁衍了，这个应该是可以繁衍的。那我们就明天就把这只给做掉，对，把它做掉，然后让它繁衍。对，有一格漏胶水是不是？有吗？你说下面的是不是？我看一下，有漏掉吗？没啊，这边都正确啊，这边也都有胶啊，没吧，都有胶啊。树旁边，树，哦，这个哦，好哦，眼睛很尖欸，真的是，害我都不能做坏事。毒菇哦，
蘑菇我不知道拿来干嘛的，奇怪，这到底是？他说建议我不要吃啊，但是我可以，我就可以拿来做一个什么神奇的料理给别人吃，就是给讨厌的人吃之类的。对啊，然后呢，今天有没有干嘛？今天啊，牛还没讲话。3:30，好，半夜帮马刷背啊，血汗血汗。不是那个工人好像是做半夜的，那工人喜欢挑灯夜战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奇怪的工人。在座的工人啊，礼拜二谁？工人生日就随便送吧，毕竟好感度满了，我觉得没有太大意义了，随便送了。哈哈哈哈啊，以前生日是很重要，现在生日我就随便了。好，大晴天。今天剩下20分钟啊，我们今天到12点啊，早点休息。好，再来看一下啊，今天要干嘛？今天要啊。然后做咖喱饭，再来看一下Koroboklo，好感度剩下绿色掉一格，没关系，那之后再把它补回来就好了。来补回来一个，哎，牧师他说呢，明天这个晚上6点有音乐季。好哦，好啦，参加了，我不是很想去就是，我那么忙，我大忙人呢。他说贩卖这个橙汁维纳的种子了，好啊，绿色的，好，我们看一下现在停地哦。番薯种了2排，然后柿子种了1个，然后胡萝卜种了太多，就胡萝卜种太多有点崩溃，对。然后现在茄子种了4格，我们要再种2格，种成6格就对了。好，茄子。不是茄青椒啦。然后再茄子我种过了吗？茄子还没种吗？茄子没有种，来茄子，好茄子哦，来种6格，剩下的6格呢，种我看一下应该还有吧，这是什么？等一下哦，这个跟这个是不同的东西，对不对？看一下，这个是小豆嘛。然后这个是这个豆嘎拉吉，这我们要种这个小豆，对，种小豆，然后再种一包花儿。小豆，
哦，我最近弄完大概就没时间了吧？九点呢？我觉得我全部种完，我也来不及收成，感觉要分开种，一次种完我会死人，我觉得。就是浇水也浇不完，然后就很尴尬，哎呀，真是让我有点犹豫啊。感觉要等小矮人厉害一点才能做这些全部的种，但我想全部种哎，我就是一个比较贪心的人。好吧，贪起来，种个橙汁维纳斯在这边好了，然后剩下的种子把它撒一撒，撒起来，摊起来。干，这一定会死人，我跟你讲。没了吗？继续。改天该练小矮人浇水跟收成的技术，我觉得收成要练一下，不然收成真的收不完，尴尬，超尴尬的。地瓜也会搬不完，我们茄子也是连坐，大家都是连坐，你知道吗？理论上应该要种红萝卜比较安全，红萝卜就是拔完就没了，比较安心一点。不管了，茄子种下去了啦，连明年的分都种下去了啦。好，行，就这样子。完美，然后拿出我们的锤子，整地一下啊！这边之前是我多盖的，把它敲掉。小矮人浇的不够快，我觉得浇太慢了。而且我先叫六个人浇水，六个人哦。对啊，六个人浇这么慢，真的有脸。好，这样就完了哈。再来呢，我们去拿一下那个木头。冬天才能拿女神，对啊，现在就是超尴尬的，种太慢了。啊，太多根了，18根就好。他们应该教得完啊，应该教得完，我是说应该，他们不能偷懒就是了。好，剩下的呢，杂草随便种一种。我割到牧草了，啊，随便了，我就不能理解了，为什么牧草里面会长一个杂草，你知道吗？奇怪了。好，这样就完美了，各位，完美的农田啊，这就是我理想中的退休生活。但是呢，我发现我今天好像忘记卖动物了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明天再卖了，算了。
随便给他一个小麦粉打发他就好了。打发他，我连包装都不想包装。没有小矮人，我可以找女仆来啊，笨蛋。但是花钱找女仆啊。开心哦，事情做完得很开心哦。其实我秋天的树我想要买多一点，我现在是春天两颗，夏天两颗，冬天秋天一颗，但是我不知道那个树要怎么把它砍掉，是直接这样砍掉就有了，直接把它砍它就不见了，是不是？四郎快做新番导视，不要摸鱼，什么东西？才十二月份而已，纹一个。哎，不对耶，再来好像就圣诞节嘞，我好像没有时间，好像没有时间摸鱼嘞。好啦，我们今天实况完，大概这礼拜打完，然后剑娘玩，应该暂时不会先实况游戏，我先去工作一下，对，先去做个新番，做个白色相簿，是不是？我白色相簿都不弄，我也不知道弄不弄得完呢、欸。哎呀，忘记了。你这么一说，好像都快那个了哈。对呀、啊，用锤子或是斧头，是不是？通通问今天我聊到五等分吗？没有。今天没有聊五等分，洗澡比较慢啊，因为洗澡只能回半个小时，他要扣掉半个小时的体力啊。可以看一下，今天没有聊五等分啦，最近五等分等他下集下礼拜出再说吧。对啊。好，我觉得我下面种的好乱啊，随便种的，下面真的种超烂的。我稍微过目一下，他们有没有把水浇好啊？应该是有浇完了。有个屁啊！有，能力值不够就说嘛，气死我了！不够要说啊！哎呀，来得及去酒馆吗？我要十点前去酒馆呢。等我一下啊，酒馆应该来得及啦，妥妥的。哎呦，橙汁维纳斯，捡到了！来，五十分进去。哎，大家都还在。来，老头，给你这个。然后呢，等一下这个。上楼呢，给我们的乞丐克里夫。哎、欸，在这里，给他个咖喱饭。好，剩下的就没什么大事了。四郎老爹订阅为什么这么高？因为他以前做那个宝可梦跟游戏王跟一些经典的老番作品哦，那时候涨了非常多的订阅，但是他后来就转型就不做这些东西了，所以他现在虽然订阅有50万好了，虽然啦、啊，但他的观看数实在不算高，对，不算很高，所以看各位啦，各位觉得，因为我现在自己的看 YouTube 频道的那个看法是。订阅高不代表你厉害，我觉得要看的是你的影片的观众到底喜欢什么样的题材，然后呢，你的东西能不能一直产出观众喜欢的东西，对啊。当然，转型是一个他团队的考量，我觉得也没什么好说的了。嗯，他的选择啊，他的选择。
卡莲已经可以告白了，卡莲已经可以告白了，对，然后剩下的就慢慢来吧。为什么老奶奶掉下来啦？等一下，所以我们一直没有给她礼物，她好感度会掉下来，是不是？太瞎了吧？理论上不应该发生这种事的。你一是被恶心死了，会哦、喔，太久没给东西会掉下来哦、喔，瞎哎、欸。不是啊，太瞎了吧！你会因为我问你嘛？你们会因为我今天跟你们是好朋友，然后呢，我一直没有去跟你见面，然后你就会对我印象渐渐淡去吗？不会嘛，你还是知道我有这个朋友嘛。真的是哦，如果会的话，代表你们不是真心的、啊。你会因为我太久没出片，然后就对我这个人越来越印象不太好了。靠飞，够傻小。因为出片这东西本来就不是我的正职啊。你要先记住，做影片这个事情不是我的工作，它是我的兼差。哎，现在对我来说兼差，但我当然知道观众会对你会印象渐渐淡去，这是真的。而且实验证实呢，其实大概一个礼拜就会忘记你了。大概一个礼拜你不出片，大家就会对你开始慢慢的没有印象了。所以之前我给自己的目标是一个礼拜要出一次，要出一个影片。但是我发现那个会让我都没办法做事。对，我回家就要开始做影片，会死人。对，我应该会死很快。我做影片会有压力吗？会啊，怎么不会有压力？我对自己的标准是很高的，嘿，我给自己的标准是很高的，非常的高，哎，一般的观众，应该说一般的做这种的有，通常不会给自己这么高的压力，对，我给自己太高的压力了，所以每支影片我都要做到好才会想要丢出去，所以这点其实压力很大，哎，压力很大，十一点，我想去山上跑个山呢，等一下。因为现在11:57了，我们准备要关台了，今天就先到这边了嘛。然后我先把跑个山，采个东西，对啊，晚上去跑山。而且我也知道我自己出什么影片，观众会买单啦。我很了解我的观众喜欢什么东西，但是有时候你知道啊。会为了做某些东西，然后就挑战观众的味蕾。当然呢，大概10支影片有大概有6支会失败吧，就是这样子啦。其实我一直做那补番推荐就会红啦，但是补番推荐能补到什么时候？补番推荐说白了，我说白了啦，补番推荐就是说一些大家很有共鸣、很有话题的东西就好啦。那根本就不叫补番推荐啊，那根本就叫做人气作品列表的概念啊。哦，这些作品在以前有很有人气哦，你要不要去补一下那种感觉？你今天做了一个真的非常冷门，但是你觉得很好的补番推荐，大家还是不看呢、啊，没有共鸣，没有共鸣，得修，很现实的，太现实喽。不起眼也不能撑多久了，说真的，听说这朵花插上去可以每天早上起来可以提升20体力，是不是？这么棒！好，今天的时间来到了我们晚上12点，12月4号的12点啊，刚好呢，里面的时间呢也来到了这个秋天的4号，刚好呢为我们这个今天画下一个节目啊，画下一个完美的 ending。好，那音乐会呢是礼拜三，就今天，对，是今天才要去，没事儿，对，晚上6点，这个我们再赶过去就好了。OK， 那下一次开台呢，你们可能会发现，哎，怎么时间已经往后跳很多很多很多了？
是因为我可能中间会自己先玩一些，对，我应该会先玩自己玩一些钓，重点应该在14号的那个葡萄园祭之前，应该都没什么大事吧？对啊，剩下的呢，我觉得我自己把它做一做就好了啦，这没什么大事，就是做完就好了。对啊，我觉得这几个都不太重要啊，什么收获祭、什么音乐祭都还好，嗯，先这样子哈。好，那今天的这个直播到这边，感谢有续订的观众啊、有这个观赏的各位，我们就礼拜四，明天会不会开台不知道，明天应该不会开，我这礼拜一直说不开，但是啊、我不开，明天如果再开台算我输，我就抽一本小说好不好，如果明天我开台的话啊，礼拜五未必会开，礼拜六晚上舰队我会看情况开，对，因为礼拜六晚上要出去，所以不一定会开台。那假设没开台的时间呢，我就拿来做自己再来那个新番的准备吧。我新番一直没有时间弄，是因为工作最近刚好卡到一些事情，特别的忙，对，特别的忙。好，就这样子啦，拜拜拜拜。